要你和我结婚。我已备好黄金万两、翡翠数折、过亿现金，只要你同意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还有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。那你现在见到我的样子，可还对我满意？考虑一下。样貌嘛，倒是凑合。至于结婚嘛，再说吧。你竟敢对大小姐不敬！罢了。实话说，在场的人对我无一不是丢了脊梁的孬种，但是你，我还是很欣赏的，配做我的男人。湘云，他就是你今天嚣张跋扈的最后底牌是吗？原来你早就辜负我了。也是啊，有苏家给你撑腰，确实能让你为所欲为。这倒打一耙的本事我今天是领教的，至于说我辜负你，也好意思说出口？再说我江云何时需要靠别人？他是前女友。楚勋、打你我怕脏了我的手。记住，以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，区区一等根骨，区区乔家，哼，我弹指间便可灰飞烟灭。记住，我的男人别输别碰。好了，你的障碍物我帮你扫清了。有些蝼蚁的事情我要自己处理，至于你我的事呢，一会儿再说。他们何须这么麻烦。金丹，又是金丹！一城之内，金丹最多不过二三，请都为江云撑腰。看来，我们今天注定是憋，